未開始今日講嘅內容之前咧，咁就借住呢個機會啦，就同大家即係解答一下一啲好多朋友成日問我嘅問題啊，就係、是、關於一間公司嘅，咁究竟而家點樣去睇啦啊？咁呢間公司咧就叫做嘉里物流。咁我哋講呢只股票嘅時候咧，其實咧就都成兩年之前噶啦。咁嗰陣時未有疫情啦，我哋嗰個羣咧就每一年都會搞一次春茗嘅。咁每年春茗都會有時講一下啲投資方面嘅嘢啦嚇，咁而家有疫情咧就冇搞啦，當然，咁啊只係會間中咧就講一下分享會啊咁樣嘅啫嚇。咁嗰年咧，其實我哋就除咗講嘉里物流之外咧，我哋都講一隻股票嘅，就係叫中華汽車啦嚇。咁除此之外講一下啲股票之外咧，都講一下例如啲即係。即係睇個經濟環境點樣嘅睇法啦。咁嗰年嘅經濟環境咧，就係我哋講緊大陸嘅經濟環境嘅。咁包括咧就大陸嘅人民幣啦，個經濟啊、人口結構啊、債項啊，咁好多好多嘢講嘅。咁到今時今日啦，就2021年咯喎，咁啊過咗成兩年咯喎。咁其實你而家你喺網上咧都睇到好多 KOL 啦。講的內容都是圍繞回我們那天春茗講的東西的、啊、但是他們好像重複重複再重複、啊、那也可以講了成十幾二十集都可以、啊、但其實我們那天一天都講完了、啊、那時候講呢我們其實那時候春茗都很多有些大陸朋友來的嘛當堂都好像即面都黑了、啊啊、但是今天啦你看回即兩年之後啦、啊即係兩年之前講你可能唔信㗎，因為嗰陣時咧就幾好勁嘅即係表面上幾好勁啦。咁啊，你突然間講啊，當堂都係驚面黑㗎啦，尤其是大陸嗰啲朋友啦。咁啊，而家到兩年之後啦，咁你睇翻，即係好多嘢都應驗曬啊。咁啊，講翻嘉里物流係點啊？咁最近咧就嘉里物流咧有個消息都重要㗎，咁就係咧國內有一間民企啊。咁啊叫做順豐啦，大家都熟噶啦呢間公司。咁咧就收購嘉里物流，咁佢開個價錢咧都幾 OK 嘅喎，好似啊，咁就要約價18.8，咁另外咧仲會派到特別股息7.28，咁加埋咧都成26蚊咁犀利嘅嚇。咁究竟即係我點樣睇咧嚇？咁以我認識嘅嘉里物流咧，咁呢個係純粹係個人意見嘅。咁我覺得呢間公司咧，其實就唔等錢使嘅，亦都唔係話真係好等住去賣嘅，啊，即係佢唔係諗住咁樣嘅，都係諗住正正經經即係做門生意咁樣嘅啫。咁包括上次佢分拆咗泰國嘅業務啦，其實都唔係佢真係所即係真係想要咁樣做啊。因為其實佢喺泰國係唔可以持有一間超過51% 嘅泰國公司，所以焗住都要即係分拆上市啦。即係佢唔係想為咗你啲錢咁樣嘅啊。咁佢係咪真係想賣俾順豐咧？我睇又未必噶。咁順豐雖然啦個民企嘅角色啦。但是背後咧，呢個可能是一個面具嚟嘅啫嚇，背後都是阿爺撐腰嘅，咁所以咧就都係為國家服務啦。咁簡單嚟講就係國家隊咧嚇要食埋呢個嘉里物流啊。咁我哋用呢個字眼就係食埋佢啊。咁順豐佢個強項係咩咧？咁順豐咧就喺國內咧，佢嗰個物流業務都即係都係 number one 啦啊。咁但係咧，順豐佢自己本身咧就喺國內就都 OK 嘅，但係出咗國外咧，就有陣時就唔係佢地頭嚟嘅嚇，就爭啲啊。咁如果佢收購咗嘉里物流之後咧，咁就變咗好似一個叫做強強合璧咯喎。啊，咁嘉里就係比較專長就係國外東南亞嘅業務啦嚇嘅物流業務啦。咁而順豐咧就係一個國內嘅物流龍頭啦。咁兩個加埋咧，就好似即係有一個協同效益喺裏邊啦。咁由於頭先所講啦，咁即係呢個咧，即係簡單嚟講係順豐咧，就係即係為阿爺服務啦，可能啊。咁佢其實你用呢個價去收購嘉里物流咧，係咪真係話好筍咧？咁啊，見仁見智啦，一定唔會係話倒價㗎嚇，即係。阿爺開得呢啲價，就要啱啱又要想你接受啊！
但係咧佢就都要佢有賺啊。咁如果你即係而家就算升到而家廿零蚊啦，咁你去當一個國內嘅物流公司嚟睇咧，咁而家個股價係絕對唔高㗎。咁你中意而家究竟係繼續持有啊，或者係沽出食股咧，就適隨轉變啦。咁我哋嗰陣時買好似12蚊到啦，我大概記得係咁上下啦。咁都收咗幾次特別股息嘅，包括即係嗰個賣咗兩個倉啊，跟住就有個泰國業務又分拆啦，啊咁而家又話收購啦。咁再計埋啲計計埋埋嗰啲基本嘅股息咧，其實個成本我哋都好低噶啦。我哋啲群友好多都即係都唔係揸得少啊。咁到而家你咪即係中意繼續持有咪持有咯，嚇中意食股就食股咯嚇，咁冇乜所謂噶啦。嗱咁最近咧就尤其是呢個星期啦，咁就個股市都出現相當之大嘅調整啦，亦都可以講為一個叫做小股災啦嚇。咁究竟啊而家係一個趁低吸納機會啦嚇，定係上去 IFC 排隊啦嚇？咁啊今集都係主要都係講呢啲嘢啦。咁首先大家要知道啦，咁呢個股災啦，小型股災啦，咁個成因係啲乜嘢啊？咁股票跌啦。咁佢個原因就係講出咧，就係話咧喺個十年嘅債孳息率上升啊。咁點解嗰啲十年嘅孳息率上升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債券嘅價格下跌啊。咁點解債券嘅價格下跌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市場咧就係拋售債券。咁點解啊？市場又要拋售啲債券咧？其實嘅最大嘅原因咧，就係話市場認為啊，就將會有通脹啊，咁呢個發生啊，咁點解啊？咁市場又預期會將會有通脹咧？主要有幾點嘅。咁第一點咧就係話咧，新冠疫苗開始接種啦，啊咁呢個進度都良好啦，咁預期咧美國經濟將會復甦啊，可以咁講噶。咁第二咧就係話啦，咁喺呢個對抗呢個疫情嘅時候咧。就美國政府就推出咗即係數以萬億嘅美元咧嘅刺激方案，咁即係代表咧市場嘅錢啊多咗啦，咁於是就會造成通脹啦。咁另外第三咧就美國聯儲局咧繼續一個咧好寬鬆嘅貨幣政策啊，咁啊又係會引致到通脹嘅喎。咁除此之外咧，啲人咧都會參考一個數字嘅，嗰個叫做十年期盈虧平衡通脹率啊。咁佢就作為一個預測啊，將來有冇有幾高嘅通脹率咁樣嘅啊？咁啊，截至到去2月25號啊，咁呢個指標咧就已經去到2.2%，咁亦都係徘徊喺咧2014年咧嘅最高水平附近，咁亦都係咧2018年之後啦嚇，首次咧就係超過二啊。咁究竟啊，其實咁樣去解讀啊呢個股災，咁係咪合理啦嚇？咁啊，咁啊有好多問題要問大家噶。咁首先第一個啦，如果投資者因為預期有通脹而拋售呢個債券啊，咁而股票同債券咧係一個競爭嘅關係嘅嚇，你有錢買股票咧，自然就少咗錢買債券啦。咁你多咗錢買債券，自然就買少啲股票啦。咁而家啲人咧就沽債券喎，咁就引致到嗰個孳息率上升喎。咁其實理應嚟講咧，就應該係啲人去咗買股票噶嘛。咁但係而家係股票下跌嘅喎啊。咁究竟啊，債券下跌最後咧係影響股票即係股市上升定係下跌咧？嗱，咁我就用翻啲圖表去即係講出呢個事實出嚟啦嚇。咁2003年至到2008年咧，咁個債券個價格咧係持續下跌嘅。咁但係呢一段時間咧，其實個股市咧係持續上升嘅。咁到咗2009年至2013年啦，債券嘅價格咧係持續上升嘅喎。咁但係同時間咧，個股票咧都係上升嘅喎。咁到咗2013至2019年，
債券的價格呢又反覆下跌，但是同時間的股市呢又是上升的。那到了19至20年，債券的價格呢又持續上升，而那時的股市呢都是持續上升的。即是如果你用剛才那個角度來說，就債券下跌引致到知息率上升，而再引致呢股市下跌呢，那你用了剛才那麼多年的數據來說呢，這個是不成立的，不成立的。那為什麼呢？那股市上升呢其實有很多個因素的，咁當然係頭先所講嘅，即係知息率啦，或者係通脹啊、利率呢啲係當然有關嘅，但係咧唔係一個唯一嘅因素啊。咁當中包括例如市場嘅資金多寡啦，啊咁嗰個企業嗰個盈利增長啦、個表現啦，分派有冇派多啦嚇，咁咧個市場個氣氛係點啦，或者係有冇啲咩大事發生咧？咁嚟去影響個股市嘅價格嘅，唔係因為咧知息率上升咧，就股票係一定下跌嘅嚇。嗱，第二個問題啦，通脹上升，咁就會預期咧嗰個利率會上升嘅。咁股市係咪一定跌咧？如果我們是按照即是讀 Econ 或者是讀數啦，都會學過的即是計 Present Value 啦，即是叫做現金折現公式啦，如果利率是上升，所有的將來收回來的錢，即是會折現出來變成的現金價值呢就會減少了。咁所以咧，喺一個利率趨升嘅情況之下咧，所有嘅資產咧個價格咧係應該要下跌嘅啊。諗喺呢個疫情之下啦，咁就有大量嘅救市嘅即係方案出咗啦，咁市場就水浸啦啊，資金泛濫啦，咁係咪一定會帶嚟通脹咧？答案呢就當然不是啦，資金呢可以去買資產的，而不是去了消費的。如果企業公司生意不好的，它銷量不好的時候，它反而會怎樣？它會減價的，最後埋單呢未必是一定是高通脹的。當真的有出現高通脹的時候呢，又可以話經濟好啊，股市咧就因為經濟好而上升嘅喎，咁所以咧通脹咧係唔未必一定係會影響引致到股票下跌嘅喎，反而咧係引致到股市係上升嘅。反而最怕係咩咧？最怕就係通縮，通縮咧就股票就下跌啦。嗱，咁到下一個問題啦。咁通脹上升係咪一定又利率會上升咧？嗱，咁答案咧就係睇翻嗰個情況啦嚇，係咪可以受控啦？咁美國聯儲局啊，咁佢其實都係希望咧個通脹率咧係維持喺3% 嘅樓下嘅。咁如果嚇佢係睇到嗰個通脹係即係不可控嘅，佢可能咧就會透過加息啦嚇，去將個通脹咧控制翻住噶。跟住下一個問題啦，利率上升係咪就會對企業不利咧？咁答案係咧，有啲係，就有啲唔係。咁就視乎嗰間公司咧係爭人錢，定是持有大量現金。咁如果利率上升，係對於一啲持有大量現金嘅公司咧係有利嘅喎。咁而家世界上最持有現金最多嘅公司係邊間咧？就係蘋果公司啊。
咁所以如果你係話利率上升引致到股票下跌，而蘋果持有大量現金咧，咁應該蘋果個股價係上升，而唔係蘋果股價下跌嘅喎。咁啊，跟住問啦，咁點解又蘋果個股價又下跌咧？哦，原來咁，因為跟市跌咯。咁如果跟市跌，咁蘋果係咪更加抵買咧？咁到下一個問題咯喎，有啲咩因素啊會引致通脹上升咧？咁咧答案咧就係、是、有兩方面啦，主要嚇、啊。第一方面就係資源價格嘅上升，咁第二方面咧就係、是、因為錢太多。咁而生產力上升係反而咧會導致一啲商品個價格下跌嘅喎、哦。咁我問一個問題啦。咁而家究竟係生產力係處於一個上升嘅趨勢啊，定係全世界都在生產力下降咧？咁又到下一個問題啦。錢多係咪一定股市係會上升咧？答案係當然。嗱，咁股市跌嚇、啊，你就話係因為啊知息率上升，啊知息率上升，你又話因為咧就係、是、債券價格下跌，債券價格下跌就因為投資者在拋售債券，拋售債券就因為預期會通脹，通脹就會預期話係加息。咁所以咧，就企業個價值要重估啦。咁咧加息咧就會影響企業嘅盈利，影響借貸成本。呢、这個故事咪就係股災個故事咯。點解個股票會跌咯？啊，咁但係係咪成立咧？咁繼續問問題咯。咁而家即時拋售咗債券啦。但又唔買股票，而反而沽股票，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個市場又未收水，資金仍然泛濫，咁啲錢係咪就係放喺銀行收息算咧？咁如果真係有通脹，你又估啲人會去買股票？定係去買債券咧？如果啲人就因為係債券嘅回報率而家係高啦，咁所以咧就由啲股市咧啲資金咧就抽去買債券啊，咁、那個債息咧就不變嘅，票面嗰、那個，咁債券多咗人買，咁就債券價格就上升，而引致到個知息率就會下降噶咯喎。咁喺咁嘅情況，你又會唔會仲走去買債券咧？咁幾時啲人先至會真係攞啲錢去買債券，而去逃離股市咧？個答案就係唔係因為利率嘅，係因為咧佢係預期個經濟表現。當佢預期個經濟表現唔好嘅時候，啲人就會轉趨保守，佢係期望有一個固定嘅收益就可以啦。咁喺呢個情況，啲人咧先至會走去買債券嘅，即係佢覺得啊，將來個經濟都唔好噶啦，我都係唔好買嗰啲股市啦，因為股市又可能係代表啲企業嘅盈利啦，企業盈利都係唔掂噶啦。咁啲錢我係做咩咧？不如買債券啦。最大係呢一個原因。咁最後啊，影響股市嘅上升或者係下跌咧，個因素係咩咧？第一，貨幣供應。咁你又覺得將來嘅貨幣供應係增加，抑或係減少咧？
咁如果啊，而家就話放咗天量咁多嘅救市嘅錢出嚟啦，咁如果你開始縮表，咁個經濟又係因為你縮表而唔好嘅，咁你喺個政治嘅情況之下，你要得到啲市民支持啦，你又會唔會走去縮表咧？咁如果啊，作為一個總統啊，或者一個政治家啦，咁佢想去真係要縮表嘅，咁你會喺一個咩情況之下先會縮表咧？你一定係揀個經濟好嘅時候、好嘅情況，你先至會縮表噶。經濟唔好，你唔會縮表噶嘛，係咪？咁即係話，如果真係縮表嘅來臨，咁代表咩咧？咪代表經濟好咯。咁另外一個問題，你又覺得喺呢個疫情之後，企業究竟係復甦啊，定抑或係蕭條咧？咁喺呢個疫情之後，你又覺得個失業率究竟係上升啊，定係會下降咧？咁你其實咧，我就即係覺得頭先你問咗好多問題。即係我問咗好多問題，全部都係好多你市場講嘅嘢係自相矛盾，完全係講唔通嘅。即係如果你用我頭先我嘅 logic 啊，你係完全講唔通。咁點解啊個股票係跌咧？我覺得嘅咩原因咧？係升得多，呢個係主因。要砌翻個市落去再買個啊，呢個主要原因。咁是不是我自己亂咁吹嘅咧？睇數據啊，咁咧我就用咗2007至2008年個金融海嘯，同埋2019年至2021年嘅新冠病毒兩個情況都係出現一個大冧市，政府要救市，同樣會推出好多嘅救濟方案啦嚇，救市方案啦，湧咗好多錢出去。啊，咁喺個股市之後有啲咩影響咧？咁啊，睇翻呢幅圖啊。咁首先上邊嗰部分咧，就係講金融海嘯啊，2007年至2008年。喺呢個金融海嘯嚟講咧，喺呢個危機出現嗰陣時咧，未出現之前個最高位啊，就喺2007年嘅8月。咁當時咧，道指嘅最高位咧，去到14,198點。而納指咧就去到2,861點啊，咁去到危機啊，即係金融海嘯嘅發生咗之後啦嘅最低位啊，就係2009年嘅2月啊，咁即係跌咗成年幾兩年啦話，咁道指咧就跌到去6,469點，而納指咧係跌到去1,372點，咁下跌嘅幅度咧都係大概喺54% 嘅。啊，咁道指跌咗54% 啦嚇，而納指啊跌咗52%。咁由低位啊，即係由呢個股市嘅最低位反彈10至11個月後，就出現咗一個高位。咁點解我講係10至11個月後咧？因為我哋呢次嘅新冠疫情啦，呢個新冠病毒啦嘅最低位到而家嚇，2021年嘅2月就啱啱正好係10個月至11個月之間，我就用呢一個時間咧去做一個比較啊。咁喺嗰次嘅金融海嘯嚟講咧，就由最低位反彈咗10至11個月之後咧，道指咧就升翻上10,729點。而納指咧就升翻咗2,295點啊！咁個反彈幅度咧，道指係升咗65%，而納指咧係升咗67% 啊！咁喺到2007年、2008年呢個金融海嘯嘅時候咧，其實大概喺升咗連續升咗10個月至11個月嘅情況咧，佢都會出現一次調整嘅嚇，佢都有嘅。咁由嗰個未調整之前，至到去調整嘅最低位咧，道指係曾經跌翻到去10,043點，幅度係6.3%。而納指咧係最低調整到去2,140點啊，2,140點，幅度係6.75%啊。
咁我哋而家又去將呢個金融海嘯去再相比一下，睇翻呢個新冠病毒啊。新冠病毒喺有個危機之前個高位就係2019年10月啊，當時嘅道指咧就係29,568點，而納指就係9,748點。危機後啊，即係發生咗呢個新冠病毒嘅通宵都有疫情嘅時候咧，就係、是、最低位咧，道指就喺2020年3月啊，咁道指咧就最低係跌到18,917點啊，而納指亦跌到去6,686點啊，下調幅度係幾多咧？就冇上次金融海嘯咁犀利咯喎，咁今次嘅下調幅度咧係道指就跌咗36%，而納指咧就係跌咗31%。咁由嗰個最低位開始反彈，至到而家啦嚇，大概係10至11個月嘅時間。道指最高係升到30,911點，而納指最高升咗14,109點。由個最低位升到去反彈嘅最高位，道指升咗63.4%，而納指係足足升咗111%。咁你會睇翻喺呢個疫情之下咧，呢、這個反彈咧，納指個幅度咧係遠比呢一個道指多嘅啊。咁其實就唔係話一個未必係真係因為係泡沫嘅，而因為喺呢個疫情之下咧，啲人就真係習慣咗啊。在家裏面工作喎、哦、所以呢呢扎嘢就完全都係益曬嗰啲即係科技股啊或者係網絡股，咁嗰所以呢其實係有原因嘅喎、哦、唔係真係冇原因咁樣嘅喎，咁所以呢就你會見到呢納指呢反彈嘅幅度呢反而變咗好似係納科技股呢就變成係受益股咁樣啊，咁所以就係掟甩咗道指啊，咁到而家啦啊，咁由呢個低位，由呢個反彈啊，最低位至到而家10至11月嘅最低位咧，我就打個問號啦，因為而家呢件事未完噶嘛。咁我哋而家就係估究竟啊，就呢個最低位係幾多？咁如果你道指你根據翻上次金融海嘯，佢都會有一個調整啦，佢會調整6.39%啊。咁呢個百分比咧？道指應該就係會調整到去28,935點，咁如果啊納指係向下調整6.75%咧，由最高位啊，咁就應該係13,156點啊。咁如果你咁睇啊，道指好似係未到嘅啊，但係納指又過咗嘅。咁但係你指呢個數字你只可以參考啊，因為咧就每樣嘢都係即係你要預有一條數，唔係真係呢條數咁計出嚟。因為你納指升個幅度咧，頭先所講啦，就以之前咧就係67% 啦，咁而家你都升咗111% 啦，咁可能個調整幅度咧係會高過上次大概6.75嘅啊。咁你又睇翻啦嚇，納指即係嗰幅一年圖又好，兩年圖都好啦。咁你會留意咧，都係暫時都係處於嚇一個嘅上升通道裏邊嘅。咁但係要留意咧，即係成日好多係咁啱嘅。你睇翻參考埋個 RSI 嘅數據啦嚇。咁每一次有時納指個 RSI 大概升到大概70嘅時候咧，又梗係咧又會發生一啲事咧，就將個市拱翻落去嘅喎。嚇咁呢個圖表其實就係講歷史啫嘛。你見到咧好多次都係咁。咁每一次咧都會下跌啦，咁下跌咧又唔會係一日跌完嘅喎。咁如果你睇翻嗰個之前嗰個歷史嚟睇啦，每次下跌咧都跌翻一兩個禮拜嘅喎。咁同埋咧，你會睇翻幅圖顯示啦，咁啊有50天線嘅嘛，係咪？咁如果係跌穿50天線咧，通常都唔會即刻彈翻上去嘅喎。咁通常咧會喺50天線嗰度咧。就行翻一兩個禮拜到啦，咁先後再重新上升翻個50天線咧，然後再上過嘅，啊，咁所以咧，其實我就點樣睇咧嚇？因為未來嘅股市，你係究竟頭先問咗大家幾個問題，你究竟將會係美國係咪經濟復甦咧？錢係咪會少咗咧？嗱，大家要注意喎，拜登提出嗰個天價嗰個救市方案咧。都仲係講緊嘅啫喎，以我所知就應該仲未派嘅喎，嗰度天量嘅數字嚟嘅喎啊！咁頭先都講啦，講咗好多例子，你講咩通脹，
講乜嘢利率，嗰啲其實到最後都唔係影響股市下跌嘅因素嚟嘅喎，反而影響股市下跌嘅因素咧係咩環境呢？就係經濟唔好，企業盈利唔掂，先至會股市先會下跌嘅喎。但喺個經濟又復甦嘅情況下，咁你會覺得啊個股票係究竟會上升定下跌呢？失業率你究竟你係覺得係疫情之後係咪會更加會失業率更加多咗咧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好多人哋講俾你聽嘅理由咧，如果大家係細心啲，可以頭先我問咁大家咁多嘅問題，你逐個逐個嘅問題去思考一下，你發覺係完全唔合邏輯嘅。當然佢講一個係事實，但係話俾你聽喺個數據出嚟做出嚟唔係呢一回事，而且每一樣嘢講咧都有另外一個版本咧去講翻出嚟，即係我想個股市升嘅時候，我咪又講另外一個版本咯。講想個股市跌嘅時候，我咪講另外一個版本嚟氹你相信，你聽我講，你嚇到你班友個個沽曬咯。啊，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係調整市嚟嘅。咁而究竟調整幾多咧？就大家頭先我就列咗個數，你會大家調整幾多，調整幾耐？其實你係睇數據會大概睇到嘅。咁嚟到結尾啦，咁我就有咩股票咧？咁其實咧我就高位咧就減咗好多倉嘅，所以而家咧就個倉又試有啲購買力。咁但係咧其實咧我有三隻股咧就即係比較坐啦，坐貨啦。咁一隻蘋果啦，一隻係台積電啦。咁一隻就係聯電啦，咁其實我手上嘅美股咧都係得呢三隻股票嘅啫，啊咁啊有購買力嘅，都保持咧升啊有錢買啦，跌啊有錢追嘅嚇，咁保持都係咁，咁同埋咧最近都係即係打下遊擊啦，揾少少錢啊短炒啦嚇，咁啊都係咁樣噶啦嚇，咁今集就講到呢度啦。Hello? Oh, Biden. Oh, okay, okay, okay. Good job, good job. Oh, bye. 咁啊，喺拍攝途中啦，咁大家知邊個打俾我啦？咁啊，佢話已經個19000億嘅方案咧，已經係通過咗啦。